店里我都会问大家喜欢看什么视频，回答最多的就是随心配呀。那我以后多发一点随心配视频给你们看呀，就怕大家都看腻了呀。现在打包的是上期视频里面10000元的订单，前面的这些全部都是随心配的部分哦。虽然顾客可以接受重复的，但我基本上没有拿一样的，都是各种款式类型的配了一些。看了这期视频，大家基本上都可以知道我们家都有哪些产品啦，种类非常的多，所以大家拍随心配之前一定要看好规则哦。最主要的是还要了解一下自己许愿东西的价格，好多宝贝就真的是只看数量不看价值了。这单差不多5000元的随心配，我和大淘配了好几个小时，不知道会不会被退单，到现在还内心忐忑着呢。后面的部分就是自选啦，4个全套小麻薯整卷，还有好多麻薯手账本、明星本，还有3套麻薯全套分装，开始摆的还挺整齐，后面拍视频拍着拍着就开始凌乱了，等下拍完再拿出来挨个摆整齐。后面这些都是随心配里面的胶带，一共有3箱。再接着就是小小的小礼物啦，带着一个行李箱一起装，各种各样的文具、解压玩具、手账胶带全都有。因为酒精快递都包得比较厚实，里面不同的东西都是用小箱子装好，外面再套大箱子，希望不会在路上有损坏呀。谢谢宝贝的支持，希望你收到货之后会开心哦。